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拄只，我看到一个传单，这份传单，听讲是伫网络顶面流行真久了。我甲这段念予大家听，来自净空老法师。经过四川缅甸的灾难爆发了后，最近啊，为爆发更加严重的灾难，是全世界遭受瘟疫，可能会死几百万人。以近来四川啊，缅甸灾难更加可怕，现在已经有几落个国家。是韩国、印度已经开始了。这个我唔知呀，我也唔知啊是虾米人所写的，这个代志我唔知呀。下面有一段伊讲，净空法师呼吁全世界同修，每晚八点半开始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千声。礼拜啊，是回向予全世界众生消灾免难、离苦得乐、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请伫收到这个资讯了后，发予更加多善心人士功德无量。后面这句话呢，是伊家的，这个我呼吁全球啊，正宗的同学。念观世音菩萨，甲世界消灾免难，即、这个我有讲过，这段我有讲过。后前甲后面啊，即句我唔知影。我讲的应该伫华中维师伊那迄边播出来。后面所附的啊，这是观世音菩萨药方啊，即、这个药方我未晓中医啊。啊，这上好会当予中医的医生啊看卖来做一参考，是毋是有效果呢？这个代志心中一点也是比较会较好啊。这灾难真多啊，尤其是最近这段时期，因那里那像。是台湾各地动咯，也各有这个山崩。这多年来，我常常来劝同修，哎呀，认真地来学着这十六字，就是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用。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啊，咱的心态端正，就会带予咱身心健康，带予咱家庭幸福，带予咱事业顺利，带予社会安定和平，带予世界和睦啊相处，这是我常常在讲的。灾难咱唔免惊，咱呐端正心胸啊，都会啊化解啊灾难。就是佛地经常教导咱呢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在圣教内面讲加真多咯，咱对这个理论啊有相当的认知，所以佛这两句话咱呐认同。只要改正咱的心态，就会啊化解灾难。所以流传的物件真多啊，就用我这个名义，我太无讲真清楚。过去的国家
宗教局的这个叶局长啊，也捌甲我讲过，伊来到这个香港来呀、访问呐、访问的时阵，有一天早起食早顿的时阵，请我伫旅馆内底，伊甲我讲，国内有一寡人啊，冒充啊法师的这个名医啊，做一寡不善的这个代志。这代志法师啊，你拢毋知影？我讲我真是毋知影。伊讲这个代志由国家来处理，我讲我真正感谢你。所以啊，附带伫这个所在，甲这个信息甲大家讲啊。伊这个传单也无啥大故事，拢是劝善。但是劝善呢，这个观音菩萨有远啊，这个咱就毋知影了。观音菩萨有远对倒来，我完全毋知影。啊，所以注意了解就好啊！多谢大家啊！咱呐现在开始看经啊，先看《无量寿经解》第二十面啊，第二十面都算第二行，最重要看起，即讲累德品文。自今是非永命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这个第一句是非常的重要。你看，诸佛如来教导咱，真实智慧，这么个重要啊！真实智慧在倒位呢？真实智慧无在外面。是咱诸性本来都拢有诶啊，而且是圆满诶，一切众生拢有啊。我伫《华严经》上明白诶，甲咱讲，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以及咱对即句话。体会的程度，讲一切众生大概是人，也皆是到动物。咱的体会啊，就是安尼生啊。现在咱啊，体会会更加深刻，因为佛教内面讲众生，伊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这叫众生，这个定义就把所有的这个现象全部拢包括了。呀，都这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呢？动物经常讲的四大五蕴，这是众缘和合。现在咱知影了，植物也是种缘和合啊。那植物物质迄部分，都是色法了。现在的植物也有啊，抽象形式。那我伫最近十年啊，都啊伫澳洲，伫澳洲咧，阮有一个。真大个菜园，菜园个内面种真多种类个菜，大概有将近十几二十种，是阮家己经营个阮家只个蔬菜要加几树啊，最近那是四年，阮有种得啊，所以今年。德顺的这个修行就真好了，阮拢未缺乏，阮甲这个植物的沟通啊，发现伊有啊受相形式，真好沟通啊，阮互相合作，对矿物呢，阮也无办法实验，无办法实验。
日本冈本博士做即个水的实验啊，发现水有见闻觉知，伊会看、会听、会了解人的意思。啊，最近即几天，我看到一个光碟，对网络顶面下载落来，特别送我来看。美国科学家发现水啊有记忆，记忆啊是色啊。换一句话讲，矿物啊，伊啊有受伤形式。这个范围啊就真大咯。我讲的这五蕴心啊，就包括变化界、虚空界所有的现象。无论是精神现象，或者是物质现象，精神甲物质是永远分袂开。这伫头前，咱有讲过啊，甲注意报告过。物质内面，有受伤形式，受伤形式是精神啊。精神方面啊，又有目标性，伊毋是无色啊。啊，咱咧做梦，梦内底有色。咱想象，想象内底有色法，所以有色界天，实在讲伊也是有色，伊的色叫做目标色，咱一般人看袂着，佛菩萨会去看着，阿罗汉会看着，也有即个功夫的人拢会看着。所以这是诸真修慧的意思啊，就真快咯。啊，这个一切众生拢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一粒金沙，一滴水，经上所讲的一末端，啊，一微尘，拢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咱按你来解，这是如来的真实义啊。无限动物啊，动物范围太细了。猪是安猪，起心动念，缘故造作。猪形化他，猪形是咱家己的理想生活，化他是影响啊，周边的一切。众生，这是主啊，拢嘛是真实智慧。当然，即句话，咱一般人做袂到。为什么呢？咱未了自性啊，就是未了真实慧。其实，真实慧也是起作用。每个时阵起什么作用？起烦恼啊。所以爱知影，经常讲烦恼啊，即菩提啊，伊是一件代志啊。当我了烦恼，就变作智慧了。没了的时阵，智慧就变作烦恼了。你甲看啊，咱的这迷悟会当啊，甲诸生内面的物件产生变化。甲悟呢，还是最好呀、啊，圆满的智慧啊。如果他没的时阵，智慧啊，就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了。那由此知影，佛菩萨住真实慧，也现身说法来教导咱，咱甲伊是一个自性，无离无别啦。伊那会住真实慧呢？伊也甲。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真实慧就现前了。啊，咱甲一个比咧，咱的起心动念，咱有分别有执着，啊，这一物件就叫做烦恼啊！啊，起心动念。在生活内面叫伊做
无明烦恼。分别呢，甲伊叫做尘沙烦恼，即表个就叫做见思烦恼，便是见解思是思想啊，就是讲啊，你的见解思想内面带来这烦恼，烦恼无量无边啊！我为着讲话方便起见，来分作这三大类。这物件放下，智慧就现前了。你看，烦恼的时阵，你这放下了，烦恼就恢复原状咯。原状是智慧啊。那烦恼是什么呢？烦恼是伫个病态啊。咱起了这个念头错了，自性内底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啊。所以啊，以这个正常现象显示出来是智慧，是德能，是上好，这正常呀。也佛的经教内面啊，甲咱讲的一真法界，甲咱讲的啊，诸佛如来十不妥，那是啊正常呀。十法界呢，无正常啊。这个十法界对佛教地界，这一层次比一个层次严重。啊，最严重的就是地界啊，这最严重，比较上界深的。啊，地界内面也有真多种类啊，也有浅深，无上等的。这个极深的叫阿鼻地界。未较重，所以佛度化众生，原则啊是啥物呢？帮助众生普未开悟啊！那伊未未行，伊就降悟咯。那伊遐个病态完全恢复到正常，这就跌落咯。所以佛加众生帮助众生，拢是用教育啊。这咱也知影。所以我常常在想啊，也常常提醒大家，咱中国老祖宗、古圣先贤，真正拢是佛菩萨再来。也因教导咱的，甲经常所讲的拢是同款啊。老祖宗教咱啊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教学。你只要把教学办得好，什么问题拢解决了。把教育办好，教育是咧教什么咧？教伦理啊，教道德，教因果。这是普通的教育啊。普遍艺术都要学习，也有少数人向上提升的，那是科学的教育、科学的教育，那是啊帮助你提升人性。啊，是个教育排在第一啦。佛法嘛是安尼，世出世间最伟大、大圣大贤，在佛教内面讲，全部拢是佛菩萨。换句话讲，拢是从事教育的这个工作者。在中国，古圣先贤。有将军的尧舜禹通啊，这是在王位上这将军的，但是也有专门从事教学的，亲像孔子、孟子，也是一生拢在教学。
啊，孔子虽然周游列国，想要求一个一官半职、典型的跑夫，但是周游列国的期间，伊学生第一啊，真侪拢无离开。但讲了学习，亲像释迦牟尼佛的僧团共款。不过孔子的僧团无释迦牟尼佛规模遐大。拢是从事教育工作。孔子是周游列国啊，感觉有较侪戏咯。但是呢，诸侯虽然见真侪，无人是愿意任用伊啊。就是放弃即个想法啦，登去引导来对专门从事教学工作。迄个时阵，伊老大人啊，已经是68岁了，73岁走呀。所以，全部精神贯注伫即个教学是5年尔尔。释迦牟尼专心啊，专一啊，教学49年。伫古圣先贤内面，教学时间上介长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。这是永命精进啊！啊，咱求智慧，啊，佛就是学智慧啊，都、就是甲家己自性内面的智慧，甲伊悟出来啊，悟出来啊，就是不从共款，伊伫啊，空山内底，甲伊啊开发出来，即、这个开发都是放下。放下咧，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智慧就开始。演示出来，就开始向外来溢出来，无罪，即伫佛法内面成为阿罗汉。阿罗汉所指的是正觉啊，正觉啊是智慧啊。继续不断的，也得爱放下。我甲同学讲的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五欲六尘，到什么款程度呢？甲诸位讲，到佛教的门口啊，无入去啊，这诸位也知影。那俩阵我放下遮多，家己认为我了不起了，才到个门口尔，无入去啊！入门呢，都爱用佛的标准，所以我讲的是方便，帮助先到门口，然后你家己再个花入去，真正入门咯，就是经常常讲的，见思烦恼，见色爱甲断去。你真多错误看法，你爱放弃。啊，错误看法是真多，我该归纳做五大类啊。啊，第一类的是做心见啊，啊，放下，知影心啊，毋是家己。心是啥物呢？心是我所有呀，毋是。我爱加这个错误的观念，加扭转过来。啊，衫唔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身体亲像衫共款，是我所有，唔是我。所以身体用几十年歹用，阁换一个呀。都亲像衫垃圾咯，你真欢喜讲家己脱掉换一件新的。即关若是突破了后，你对有生死啊就无恐怖了。我是换一领3年尔，无恐怖。甲注意讲，你即领衫就愈换愈水，愈换愈好。贪生怕死啊，就会愈换愈歹。
这个佛对咱的恩德都真大咯。安尼了解真相，心毋是家己，毋通啊掠做讲啊，即个心去贪嗔痴慢啊就错咯，伊毋是家己啊。第二个，哎，放弃对立，佛教的名词叫做偏见，两边啊。咱现在讲对立，大家较容易了解。这个对立是所有烦恼罪业的根源啊。因为宇宙之间，你发生内面讲无对立啊，找无对立啊。整个宇宙，一切众生甲家己啊，是一体啊。一体离开分出对立，这就错了，没用你分的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一个开端就跟你讲：无我相，无人相啊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四句话讲得真好啊！自相离咯，伊是整体啊，一体啊，你来解分呢？哪有这道理？所以，咱来学，无必甲一切人对立。伊甲我对立，我袂甲伊对立。为什么？伊袂啊，伊无讲我啊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讲我咯。我哪个甲你对立，敢毋是个袂咧？所以无对立。甲人无对立，甲事无对立，甲一切万物拢无对立，甲山河大地也无对立，为什么一体啊？你是我的依钵啊，拢是自性变现。亲像《梵文观》内面讲啊，对一体啊啊去利用，虽然去利用，利用也是一体。啊，离离不离啊，所以啊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离啊。啊，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啊。啊，第三，放下成见，成见是什么呢？自以为是。中国人常常咧讲，无人成见真深。成见是啥物？成见是执着啊。成见有两种，一种是因相的成见，一种是果相的成见。伫六道内面，六道内面的众生，拢真执着啊！这属于严重的执着。自以为是啊，这是错误的。为什么错误呢？我哋经常常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虚妄。既然知影讲一切现象拢是虚妄，啊，拢毋是真实的，啊，就无成见咯。无成见，即个人随缘，随喜功德啊。行善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佛菩萨拢无成见，一切众生你安怎讲安怎好，佛拢是随顺，佛一点啊拢未勉强你啊。那你做仙升天堂，你做恶落地狱啊，佛真清楚，但是佛未去做了你，为什么你都爱安尼做嘛？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到你当时也真正讲我，向佢请教，伊就教你了。你无该请教，伊无要教你。为什么教你你唔肯接受啊？那就做罪业咯。
这是啊，真实的智慧啊。啊，真实智慧显示出来了，哎，都是真实的这灵，真实的上好啊，伊自然就显示出来了，永灭精进啊，这是这段经文是描写阿弥陀佛啊，在这个因地上的修行，咱应该都学习吧。用阿弥陀佛来学习，咱今仔日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是毋是智慧呢？是智慧也是正识，正识就是烦恼啊。正是原来识，识就是阿赖耶。佛经内底讲啊，真清楚啊。净是甚物？净就是我见啊，我爱啊，我痴啊，我慢啊，这是净啊。在圣经内面上讲啊，贪嗔痴啊，我。我后面对着贪嗔痴啊，然后这个慢，贪嗔痴慢啊，四大烦恼常常随啊，还是正执啊。所以，毋是用智慧，迄就是变做正执，肯定就是安尼啊。用明正执，爱甲自性坐转来，爱甲智慧坐转来。这样你一向，你看这个方向，专门啊，都、就是庄严妙土，这妙土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变现成的，真正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！阿弥陀佛心想的一个极乐世界出来咯。呀，咱啊，是毋是想到这个世界出来，也想出来？咱想地球这个世界出来了，这个地球是咱心想生啊。呀，咱的心若是无想，地球就无了，这是真的，毋是假啊。下面甲咱解释咯，这是黄老居士啊，甲咱啊解释的啊，真是之最佳。什么叫真实之际？真如实相之本际呀、啊！真是真如，实是实相，这也是本际。也就是讲，真如实相，这呀、啊、是一个界限。是一个边界，啊，这个边界有无呢？无啊，无边界啊，期待无归啊，我的教学内面称为真实之界，直接。本经之所开示者呀，这就说明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真实之际呀，啊，讲这真相，其待无畏，其效无累，这就变质啊。无畏啊，无畏无累，那就是讲伊的变质，伊无变质。耶罗妙土。乃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为什么？那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阿弥陀佛
伫即个所在办啊一间学校。其实世界是即个佛教大学啊，也会当讲是真是之最的大学啊。西方世界是法界内面的众生，十方世界拢有十法界，十法界是迷离不觉啊！这众生干饿了，想回头了，啊，找无方法，尤其是找无一个真正妥当、真快速的方法。阿弥陀佛，给咱开一个方便之门啊，来接引你去极乐世界去，去伫个所在来进修，迄、那个所在修学条件，一切都非常完善。这都是庄严成就啊！头前呢，咱看到三种的成就：庄严佛的成就、庄严菩萨的成就、庄严妙土的成就，这三种的成就。这是经常讲的三种真实的成就。啊，咱烦恼习气重呀，你家真深诶，或者经常所讲诶，咱明白咯，做袂到啊。啊，咱诶心为什么会信？因为这个道理，咱听了后会肯定，这是有道理啊，毋是讲无道理诶。咱会当相信啊，会当理解，但是做袂到啊，做袂到就是放袂落啊。这真的不是假啊，放下咧就会确立，就是境界咯。如像我讲的，行到门口咧，你若无把这三项物件甲放下，你就袂当入去啊。啊！你把心见放下，眼见放下，心见放下，你才会当入去啊！你这无放下，你袂当入去啊！这一个入去呢，甲诸位讲，叫做圣明咯，这唔像凡夫咯。第修行都是殊途圆咯，做故，那是大行，华严经上讲啊。十信为菩萨，你证到啊初信。你看第一个阶级初信啊，十信呢，那像讲是佛教的小学，这小学一年级咧。伊啊，这个学校有十年级，对一到十，你才小学一年级圣人咯。甲凡夫差别伫倒位？你只要去。进入这个学校一年级，你绝对袂去对三木刀。虽然无出两刀保证会对三刀，你的学习这个空间啊，天上人间，此处肯定脱离了多轮回啊。你啊，得到保证哦，这三种不退，位不退啊，你地位袂退转。有加工三种不退，第一种你得到了，第二种是行不退，是菩萨；第三种是念不退，那是发心大事，那是佛啦、啊。菩萨也做袂到。
所以这三个层次，这个境界慢慢啊向上提升啊。这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帮助咱这无能力断烦恼的，只要专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会往生啊。这阿弥陀佛，你做你念，莫去分别。阿弥陀的意思真宽，这个阿含作无，弥陀含作量，这是梵文啊，不是袂当翻，会当翻呢。为着尊重，啊，无袂翻，都、就是无量。分呢，啊，分时间哦，无量觉，无量觉是甚物呢？是自性。稳固不坠地灰诶，名号啊！你若无分别、无执着，这个佛号是自念自性啊，这叫自性弥陀啊！大刚啊，念自性，自性就放空，自性就逃出来咯。唔是这话对心相生呢，都是这道理啊。所以念佛见佛啊，临终的时阵，阿弥陀佛、观音世界来接引你，哎，什哎，拢是自性变的啊，自性弥陀、自性观世音、自性大势至，连西方净土嘛是唯心净土啊，是家己。真如本性现出来啊！你明白这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你对念佛往生就有把握咯，你有信心咯，你袂阁怀疑咯，哪会讲袂成就的呢？啊，所以玄奘大师讲啊，这个法门。难修，蛮难去啊！无一个未成就的啊！啊，伊所以念佛未当往生，是甚么款人？对这法门有怀疑啊！第二，甚么呢？修学这个法门来对杂念太多，夹杂，念心无顺啊，这就未当相应啊！真实智慧对对来，对清净心来啊！你结在的时阵，你的心就无清净了，心无清净啊，未生智慧，伊即会生烦恼，烦恼就是妄念。啊，这个妄念清明灭了，后念就生，啊，永远未停啊，一个煞一个。这些烦恼习气啊，这物件真严重啊！啊，伫修学的法门，也就是讲，专家的烦恼杂念，为何？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叫菩提啊！为何真实的智慧？你看，好这个方法妙极了。八万四千种方法，念佛这个方法上介简单，上容易，最稳当，最直接。所以选择这个法门，大智慧呀！啊，有真多老阿公啊、老阿嬷无文化、毋捌字啊。啊！你个教啊，伊就相信，就肯念。伊敢有真实智慧？是真实智慧。伊家己也毋知影。真正的善根福德因缘啊。为什么你讲互别人听伊毋相信？讲互固定知识分子听，伊也毋相信呢？为什么障碍罪啊？烦恼重担啊，所以重担，这理重给伊重掉了，重什么？重业智慧啊，
将伊个善根啊，将伊个因缘啊，所以唔通看无起，即个阿公阿嬷唔通看唔起因啊。伊为什么接受？伊承受熏习啊。也即时一个接触就是欢喜心，继续成长，阿来阿来都有佛法的精进啊，有正宗的善根啊。唔是无道理的啊！弥陀世尊，业处妙土，专处妙法者，要回悟众生以真实之理呀、啊！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个人。伊住伫即个所在啊，宣扬即个法门，即、這个法门都是无量寿，都是即部经内面所讲的宣扬即个法门啊。我哋是为着回悟众生啊，即、這个回是布施啊。和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，老居士讲啊，诸三真实，真实之者，诸真实非真实利益，这三个真实啊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真实本质内面一定有真实非，一定有真实利益。真实之理内面一定有真实之者，有真实智慧。啊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方便究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万世千法门拢是方便门啊！诶，正宗是方便门中的方便门，真正是太简单、太容易了。因为太简单、太容易，所以真多人唔相信啦、啊，等于错过，唔知道有偌济啊！咱袂当啊轻视别人，咱家己啊，伫过去多生多劫嘛，也是讲偌济摆，等于错过啊！无过去世遐尼侪善根福德因缘，今仔日拄着也未相信啊。所以相信这个法门无容易啊，叫难信之法，伊毋是假啊。一路以前净土法门，具体是真实之者，可闻本经以实相为体性呀。直到最后总结啊，这部经啊，是以实相为体。啊，这部经所说的都是诸法实相。极乐世界依报正报，啊，对于经常讲。正不是阿弥陀佛，依不是阿弥陀佛所大的这个环境。啊，咱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正不是咱家己。阿弥陀佛是咱的依报环境啊。你啊，到极乐世界了后，你再。真正把起心动念啊分别执着渐渐啊拢放下，然后知影讲阿弥陀佛甲家己是一体啊，有条甲家己也是一体啊，叫做世界啊甲家己是一体啊，如果
佛教就是智慧。眼前咱个想看卖，是毋是叫做世界？是啊，一点也无错啊。但是真侪人无即个体会，为什么呢？伊个心态也无转过来啊！你个起心动念，甲这经常完全相应，啊，你就会当体会到啊！无一位啊，毋是叫做世界，啊，咱这世界伫叫做世界内面啊。为什么伊无大水啊？迷人内底拢有世界，世界内底有迷人，迷人内底也有世界，伊哪个无伫内底呢？到迄个时阵，处处啊，你拢会看到阿弥陀佛，一切以前拢嘛是阿弥陀佛，用伊滴到你成佛了。你行的佛了不起啊！你行的是阿弥陀佛啦、啊。文经体性啊，咱就学到这地啊。下面咱来看第三段、第三单元，已经中出啊。这部经的宗旨，名字所宗啊，啊，所宗相加，名字为宗，宗加要呀，这个要有啥意思？主要的意思。重要的意思，尊重的意思，传经之宗旨啊，宗是宗旨，宗旨，下面一句讲出来了，有宗旨。修行之要经呀，就是重要的道经啊！啊，咱讲这部经的宗旨，就是这部经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，这就叫做宗啊。各地宗家为传经之功能，光顾目中令体以顺啊，是故有变体修啊，修应明宗。体是理，宗是行啊，这个两大科这意思拢啊，讲甲真清楚、真明白咯。头前是变体，变别经体，经体是理论的依据。这部经以什么款的理论啊讲出来？伊啊讲是什么呢？这是头前咱有学过啊。伊啊是依实相，事实真相。伊讲的讲嘛是实相啊，也现在咱咧讲的是讲要安怎修法，安怎学习，所以就行门，这家来宗族一之体，宗家。这是天体之中，两者互相表里，
总是回体之要行，可应众生。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啊！体是总之所以，也都是修行所依靠的，所依据的，这是体。总呢，总啊是行，修行最高指导原则。这个修行会显体，那下加实相，对你的生活行为当中。显示出来，显示是讲什么呢？真实的智慧，真实之际，真实利益。你若无修行，这三种的真实显未出来。可见呢，正宗真正修行的人，也细心观察。你看，伊的思想，伊的言行，肯定甲这三句相应。对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渐渐的向上提升，渐渐扩大咯。啊，这种修行的利益，要去倒位去找。所以离体每当离开思想，离开思想就变作现行咯。思想无离，这个思想都是违背了自性咯，毋是随顺自性，也就违背自性。所以你才互相表里。表是书，理也是，是实相。为体之要，显体都正讲了，重要的一种手段，重要手段。所以，哎呀，尊重，爱众生。啊，讲到这所在，咱知影中华传统文化以孝为体，孝是什么呢？孝就是实相啊！你看中国这个孝字，所以中国的文字未当改。伊是智慧的符号啊！伊互你看到即个符号，你就会知影讲伊的意思。好，顶面是一个乐，下面是主，显示一个什么？显示一个伦理的关系。顶面要有顶面啊！那是祖先啊！也是无私，下一代也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啊，无始无终是一体啊，所以外国人讲大教，中国人无大教诶，中国人闹大教叫做大不孝啊。你看这里呀、啊，这里都是含义的，那就也有三种真实的意思在里底啊。所以中国文化是一个孝的文化，对孝
延伸出五伦、五常、四依、八德，这是宗啊。人讲体，讲宗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处处向。人讲中国整体文化，体宗处。应该是无错啊，甲大乘佛法是相应。伊讲即个祖先，伊毋是佛菩萨再来，伊对倒位来呢？肯定的哈。李老师讲，理想讲会通，思想无证据。啊，理想真正是讲会通啊。向上心经所闻。言之所归，或宗；宗之所归，或处。这解释宗处这两字，言还是讲教，言教。言之所归，这是教学，这段里面。贵也是最重要的，这就是宗啊，宗的意思啊。宗之所贵，以后回归到倒位去，这叫处向啊。所以宗是因，处是果啊。这来对就讲因果啊，修因正果啊。我以你这个宗去修，修到最后，我得到什么呢？一、那个故就是处啊，修因处故啊。下面解方大师就是密宗的华严宗啊，第五代祖师，圆觉律疏云：处者意处处向啊，即是心意识所归处之处。这个解释都真清楚咯。处是什么归处啊？你啊，回归到倒位啊？什么意思？说归处之处，这是处向。何地处家归处呀？是故以尽宗旨，明其所为，识其所求，究其所至，名之为处啊。依照这部经典，指导的原则，你去修行，你知影讲，伊的所为，你知影伊的所求。以所为，唯有真实之理。这是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讲经演教。这个演，不是研究的演，表演。一个教做出来表演，说经演教。为什么呢？为啊，要让众生真实的利益，这是人未明白啊。真明白了后，伊对佛教迄个恭敬心就油然而生啊，伊自然生起来啊，这就不得了了。咱若对这个讲经说法的佛菩萨，这个祖师大德，咱对伊无什么好处，伊甲付出何难啊？而且何人是真实利益啊？咱何以无真实啊？伊何人是真实啊？世间有这么好的好人啊？要去倒位去找啊？这你明其所为，
是耶稣求，伊求的什么呢？伊求的是要你开悟，帮助你破灭开悟啊！我了后啊，救济所至，你离苦得乐咯。这是佛经安尼咧教人呀，所以这出世间一切法，除了教学，无办法做会到呀。中国古代帝王对五帝尧舜禹通，一直到八代，都是一个帝王，不是尊孙。咱祖先的教诲呢，世代相传，教下为先啊，甲教育排伫第一位啊。佛教到中国，中文秘法师讲得真好，中国人心量大，量大福大，伊会当包容无同的文化。佛教啊，是印度文化。来到中国来，和中国完全接受咯，变做啊中国家己的文化咯，这都要有真大的心量，未派帖啦。而且这个印度啊，这个佛文化到中国，确实将中国本来的文化大幅度向上提升咯。为什么用佛经来解释？亲像咱拄只讲呀。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好啊，是替伦常八德啊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宗啊，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处啊，这就是咱用佛的文化来解释。啊，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升，甲佛法华严发华无量寿是平等的啊！这是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。今仔日讲传统文化，儒释道是一家绝对袂分开的啊！你若是讲无要用儒，讲袂通的啊！你就啊，无办法啊，自圆其说咯。呀，咱那祖先提这个讲，无细讲，佛来到这边来啊，伊详细讲了，甲咱讲一个对合，完全吻合啊，太难得咯。古人比今年较聪明啊，古人比今年啊有智慧啊。这是个。什么叫做宗？什么叫处？这两字解释明白了。下面过来看咱这部经的宗旨，唯一无量寿经是宗处，各有道解，其理非一。唯一就是空经开一个一本啦、啊，第五种原一本里面。流通上概括，这个原因就是空经开一个这本，咱读起来方便，比其他几种的版本较好读，而且内面讲的也真圆满，真难得，所以古德用这本做注解有几落家，亲像下面。加上所内面所讲的，此经宗旨环绕地理，一弥陀修因感净土故，二者劝不知众生修因往生彼土。这是加上所内面讲的这个宗旨啊。伊讲的宗旨有两个，
第一个是阿弥陀佛的修因，甘净土故，这是经常讲的，叫做世界，实在讲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的，四十八愿成就的。第二呢，看物，一个物是众生，伊毋是讲坑人。如果坑人，生活界内面只有人道啊。如果坑物，生活界拢嘛包括了，这个范围就真大咯。人啊，包伫物内底啊，物这个啊，这个人袂当包物，物就会当包括人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咩？劝啊！一切众生修因往生彼土啊，这是处啊，非常明显的。第一个讲，前一句啊是修因，后一句啊是处果。这两点呢，一种是弥陀修因，感到啊，叫做世界圆满成就，叫做世界确实无一丝毫欠缺啦。这是正德圆满的流露。啊，功德庄严，安怎成就呢？是智慧啊。所以头前讲的三种智慧有足。海东元孝师这个讲的海东，古早时阵呢，韩国啊，现在是韩国，元孝师，这嘛是伫中国留学，等去韩国了后，是韩国一代古经啊，祖师大德啊。我也无去看因遮个资料，我伫想咧，即个元孝师是唐朝时阵的人，真可能是清军。即个玄德大师，这是即个净土宗的一个祖师啊。也注解叫做重要，这里面讲的就是处境，经以净土因果为其总体，念不知众生往生以为义谛。元孝师啊所讲的，跟这个家常非常接近，是同一个意思。里面嘛是。两点的意思，当然有人讲，因为啊，伊应该是净土宗的祖师，可是净土宗祖师内底无伊名，啊，伊对于净宗贡献是非常的大。伊讲啊，这个伊佛名号。为经体，始终都是不离名号。这个讲了也有一点道理啊。这个体内面啊，各只个啊，这宗处也拢包括咯。因为一句名号，你就会往生。自古以来呢？接起名号而成就的人真多啊！就一句好好念到底啊！到往生的时阵，伊会有地时机，无变苦，无积而终，甲
周边的人讲啊，讲不来接应啊，真正不容易啊。这是修下任何法门都未当甲伊比的，但是这个成就关键啊，都是在这个信愿啊，坚定的信愿，决定是无疑惑，你做会到啊？甚至讲是经都无需要学习，都唔免去读。就这句好好肯定成就，你含这句好好是万言放下。那伊成就品味关家，完全是看伊放下偌济。伊若是真正是华严经常讲的，有世出世间的执着，拢做放下了。伊呀、生呀，方便又土，啊，生方便又土。如果伊会当啊，甲分别放下，就非常的可能生是不土，生是不土，必须是。放下起心动念，啊，迄放下这个执着啊，啊，或者放下执着，分别执着啊，敢会用呢？会啊！你往生时阵，佛光助教，佮伊功夫提升一倍咯。这是临终的时阵，见佛佛力加持啊，这是个加持你啊。修偌济功夫，伊会加一倍，就提升一倍咯。所以就去到是报土去咯。啊，用什么方法修成就，就是一句好好啊。老圆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啊，真好，这个后面也应用着。这是其他的人啊，唔捌讲过，我是大师讲的。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无。真心切愿啊，无就未往生。品味关家，就是啊，四土三辈啊，九品，位处的关家，决定在功夫的浅深。你念佛的功夫的浅深。功夫是什么？你放下偌济啊？啊，咱了解这个道理，为什么唔肯放下呢？唔肯放下，对人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品味上啊，要造成真正大的障碍。你哪会当彻底放下？王心确实就会去是报土啦。这里面啊，有一个非常啊重要的信息，你不能不知道。你修其他法门，分别执着放下了。你只能生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。你也无办法出离想法界，为什么呢？你梦想无断啊！但是这种功夫在正宗法门内面，决定生死不脱。为什么呢？佛来接引，佛讲一个招，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，啊，你就提升去咯。这个信息重要啊！这偌紧呢？等于讲，你是到十信位时阵，第十信位啊，伊一下就甲你提升到初住菩萨了。这人就升起去了。这是
阿弥陀佛，威神加持啊！阿弥陀佛，恩惠恩德啊！所以你会当啊放下这个执着，佛就会帮助你咯。往生的时阵啊，你的分别就无咯。那讲执着你无咯，分别也无咯，你提升咯。这伫四徒九品内面是真正大幅度向上提升啊！这个咱袂当讲唔知影呀。玄奘大师云：“这是咱净宗第二代祖师东调时阵的人，念佛三昧为宗啊，一心为愿啊，往生净土。”为体，这个体力，即是中处之处，这也著名咯。那就袂解意思错会咯。同款是一字一字，什么呢？这真重要。体就是中处的处啊，伊的处向。以念佛三昧为宗，顶面啊，谈论书以佛名号为经体，是讲这意思。以迄个体是宗的意思啊，玄奘大师讲这体是处的意思。所以同款是一字，你看伊顶下文。伊呀、啊，就知影讲，伊所指的是什么呢？伊念佛三昧，这就是这部经的内面啊所讲的，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是放下。一向专念，那就是念佛三昧啊！一心为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归宿啊！你习惯叫合掌文，伊的注解叫做合掌，有人修经合掌。此经念佛啊为宗，往生为体啊，这个体也是词的意思，也是这款的讲法。已经所尊专在念佛啦，可以念佛为之宗也，宗其所处为在往生，故往生为经体啊。这段是合掌内底的文啊。咱来去看下面一段，净宗称无量寿经为大经，阿弥陀经为小经，盖此二经均有上略之别，故连敌所抄称大经为大本，小经为小本，容易理解，适当一经也。这是属于净宗的常识。咱来知影，阿弥陀经之宗处也有多说，因为啊，伊是一部经啊，这个宗处是会当来做参考呀，也拢是共一件代志。下面呢，主题基精要食，如所抄，连历代师做呀。以净清净，信愿往生，以为宗处。西方极乐世界依部净部啊，拢啊是清净的，
这是宗啊，净观往生，这都是处啊。是毋是咱的意思呢？咱修净土的人，咱现前的依报正报，爱以清净为标准，甲咱的经题相应，经题上甲咱修行的方法，也是修行的重要啊，清净啊。平等觉，这是因啦、啊。啊，咱的进步，咱自身来清净，咱的环境啊来清净。环境安怎清净呢？咱的心清净了，环境啊就清净，影响环境啊。信愿其名，有生净土。这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以这个为宗旨，万种草文，以信愿净业为一经宗旨。宗旨就是宗旨，深信切愿，专修净业啊！这就是净宗修学之道的纲领。弥勒要解惑，对不对？哪位大师注解呀？以信愿其名为宗，深信切愿，即其名号，就会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老人引用《弥陀经》啊，三种的注解，这三种是最重要的。念地的疏钞，熬夜的要解，尤其法师的万中钞。啊，大本小本，既然内容是一致的，所以宗旨也无例外。宗上大小二本，中华诸家所名宗旨，皆以信愿其名，往生净土为本。无是共参诸家之说，故本经之文，表明。本经啊，宗旨法，后面就是念汝做出一个结论。本经以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为宗，这就是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以完成四土，应定不退为处，这个归处啊。完成好啊，完成圆满啊，这是极乐世界殊胜，弥陀智慧宏愿的圆满。为什么第19愿的内面啊，都、就是发菩提心啊，这个愿啊，内面啊有这款的一个依据的经文啊，生到极乐世界。该做阿惟愿的菩萨啊！严公，凡心啊，这个原理啊，都是对家来。阿惟愿的就完咯。这个真不可思议啊！咱伫《华严经》内面有读到，初诸菩萨发一片无明，净一分法心，净三不退啊，三种不退，伊拢具足咯。
为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就证着了。但未能救援，完净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？七地上啊，这个位置提升偌济呢？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内面，就到七地了。这位置提升偌济啊？提升36个位次啊！这个法门称为难行之法，实在讲，这都是非常的难行啊。你讲一般菩萨，修到这个位次偌辛苦啊，费偌济时间才会达到这个位次啊？你来讲一个信号，叫做世界就达到了。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所以佛讲净宗法门，为乎有佛弘扬究竟，人家菩萨，你净土法门犹如伽罗蒙冤啦。古早时阵无玻璃啊，罗西啊，零罗丢端罗是真有诶，这个西。隔着这个蛇来看月娘，也是隔一层啦。啊，只有成佛了，伊才会究竟明了。这怎样讲是一款什么代志？阿弥陀佛的本愿呐，微神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到这个世界，你会甲这个啊。七地菩萨享受是同款，就是台无今仔讲台无享受，甲七地菩萨是同款。阿弥陀地菩萨啦，唔是普通菩萨啦，完整三不退啊！这偌难得啊！这真正是无容易的相信。凡心当基础，阿哈毗往生，到叫做世界。马修阿维瓦地菩萨啊，咱伫48愿的内面有读到这段经文，阿弥陀佛并无讲凡行当基础，阿哈品在外，伊无讲这句话啊，无讲这句话，就是讲凡行当基础，阿哈品往生，马修阿维瓦地菩萨啦。所以那个世界叫做平等的世界啊，真正是平等啊。所以老叶大师啊，在要解里面，解释弥陀经顶面阿弥陀地，就是无量寿经顶面啊所讲的阿弥陀地啊。刷落来这句讲。从前到西方叫世界，讲你是菩萨，你烦恼习气都无断啊，一片都无断。阿弥陀佛，你无断。啊，讲你唔是菩萨，你会享受待遇，甲七地菩萨同款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个我大师讲了，未当讲你是凡夫，也未当讲你是菩萨，嘛，也当讲你是菩萨，也当讲你是凡夫啊。到叫做世界是这款的身份啦，叫做世界这个身份，真正修行，家己到阿弥陀地咯，那就无需要。阿弥陀佛的加持咯，你家己已经升华到这个水平了，无需要阿弥陀佛帮助你啊。迄度阁要有一段时间呢，真正是下品往生。观经内面讲啊，爱伫迄个修12大劫，这个大劫是咱人间的大劫，修12大劫。可是在这个世界呢，
你寿命是无量寿啊。所以十二大劫呀，不过那就咱这个十二天啊，真紧啊，你的时差跟人家无同款。所以，到叫做世界星洲就特别的容易啊。啊，咱如果对这代志了解甲无够透彻、无清楚，往往伫即世就耽误咯。为什么？无专心去做咯，甲咱的时间、精力完全甲投注落去修这法门，真紧的成就。真正是爱放下，无放下，咱就会吃大亏咯。所以，应是佛讲的啊，反正呢，三藏法师啊，祖师大德注解啊，迄拢毋是凡夫啊。对这所在看出佛菩萨，因对有在六道内面的众生，那些颠倒的众生，真正是关怀啊，真正照顾啊，无量无尽的恩惠伫这内底，唔知影。啊，知影，这才会知影报恩，低温才会报恩。伊毋低温，哪会当报恩呢？啊，若报恩，伊到修行啊，这一生当中就会当往生，那就是报恩。生到这个啊，当基土啊，下边往生嘛是报好恩，有欢喜啊，无辜负佛祖啊。啊，这个总出啊，这能力就讲到啊，这都好啊哈。下面这才是讲到这个本经的总出，跟咱详细讲，第一段加修明宗。先来讲啊，本经修行的指导原则。经中三辈往生品中啊，所有上中下三辈往生之人，莫不以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为因。即句经文，三辈往生即品已经有四段，头前三段就是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迄后一段，诸咒法师的科判有一心三辈，迄段是咧讲什么呢？讲修大乘的人，毋是专修净土的。修大乘的，修大乘的人，不管修多少法门，临命终的时，甲伊啊所修学的回向净土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总拢会往生。阿弥陀佛的心量大，不管你修多少法门，只要你具足这个条件，拢总会往生。可是你还记得，这内底非常小可的信息，无论是修多少法门，由你真正往生，也是最后的信愿持名，也是最后，唔管啊修什么法门，一、那个功德拢是帮助你到极乐世界提升品位的，了不起啊！
大乘呢，迄大乘心才会用你啊。大乘是啥物呢？大乘是助利利他，这个大乘啊，只讲助利，无讲利他，这修行。大小乘唔是经典的差别，唔是这个教上的差别，是家己心量的差别。明了这个意思，咱学其他宗教，敢会用了？啊！一生学基督教，一生学伊斯兰教，临命终时念佛会当往生未？肯定往生啊！伊修的迄个功德啊，一定嘛是啊，提升伊的品位的。这个法门偌大啊！伫宗教教学内面，正宗啊是多元文化。什么宗教拢包括，这点咱伫个经典内面有看到，读这个《地藏经》也真多。你看《地藏经》，你念到婆罗门，你念到外道，那是其他宗教啊。我会拜天啊，我得等你再说，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。伊绝对无讲叫你放下迄个宗教，甲伊修无啊。信教，你也是信你的教，你也是照你的这个教啊去学啊。我甲你讲的是智慧。所以啊，佛当年教学无分国籍，无分族群，无分宗教。啊，无论你是倒一种文化背景啊，伊拢袂反对啊。只要你来学，拢欢迎啊。来，伊家不顾，其家不留，好是这种的教法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甲咱典现，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。佛菩萨心目当中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无讲宗教也好，无讲文化，甲家己是一体啊。唔，哪里是伫地球上生的，甲咱是一体，其他星球上也是一体啊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拢是一体啊。伊哪会分别呢？哪会有执着呢？啊，咱的人，因的人，这是凡夫之见呐，这是轮回心嘛，轮回心合佛啦，嘛是咧做轮回业，伊袂当啊出六道轮回啊，心量太衰咯，这袂当讲唔知影呀。凡夫有这种的观念，佛菩萨无啊，修净土的人也应该都无啊。这才是用的，这叫菩提心吗？菩提心是一个觉悟的心。啊，这到后面咱来详细来讲，菩提心的体是真心心嘛。觉悟了后，有自修养，有他修养。主修用用咱这个经题的顶面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清净、平等觉是主修用啊，他修用用什么心去对待别人？大慈大悲啊。啊，慈悲是下真诚的爱心。对别人，你无这个菩提心嘛？唔是一向专念，这唔是修净宗。
正宗这个开头，这是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这个下面伊就应用到了，而且真好啊！有弥陀第十九愿愿，门户明号发菩提心，九处功德往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何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有诸菩萨众，应现其前呐，经书无间呐，即成五差作阿惟愿地菩萨。这段经文重要啊！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家己讲的啊。释迦牟尼佛甲咱啊转述，逐字逐句拢嘛是阿弥陀佛家己讲的，所以第六品拢嘛是阿弥陀佛讲的。这敢会有假呢？你来看第十八愿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宗啊。十八愿的时阵，这是处向宗处啊。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愿地菩萨，十八愿伊嘛有讲，这个引用的啊，这就是第十八愿愿，闻我名号，至心信奥。所有善根，深深回向，愿成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出正觉，唯独五逆，非谤正法。这个所在，做五逆罪，会当往生吗？会啊！只要你无非谤正法。你灵性永远拢会长生，所以啊，伊尾后即句最重要就是讲，你诽谤是甚物？你毋肯接受，那就无办法咯。只要你肯接受，无就袂往生啊。所以啊，你命中时乃至十念，拢会往生啊。这个真多啊！古早时阵啊，所记载净土圣贤录、往生端拢有记载，啊，咱看到眼前呢，咱念佛动手当中，咱嘛有看到啊，我亲眼看到呀，这个例啊，在美国。就讲大技术啊，这个人是一个老实人，是一个好人，一生无信宗教，无宗教信仰，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，就是干净，到美期咯。伊依旧在甲伊治疗，甲引导人讲，讲卷转去啊，伊诶寿命也无几工啊。即、这个时阵，引导诶人也无咧相信宗教，即人就伫要临命终咯，就是去求神，希望会当有奇迹出现。啊，阮伫迄个所在拄好有一个。这个佛教会，华府佛教会在华盛顿 DC 啊，伊去找到阮那边，啊，阮就一寡动手，伊帮助伊助念，到迄地去甲看这个情形，
就甲伊讲，确实是无办法通医好啦。啊，就劝伊讲，卖讲求病好，甲伊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讲俩人民无常啊，卖留恋这世间，来去极乐世界去安怎好？甲伊讲啊，伊听了了后非常欢喜啊，伊接受咯。甲因兜的人讲啊，伊的太太、囡仔、查某囝，甲因讲，恁啊，唔免。古在啊，去求医求我变好，恁拢总念佛帮助我往生。念个三更三暝，伊就走了。虽上非常稀有啊，迄话也佫有写字啊。这就是讲啊，这个临终十念必生，伊伫临命终的时候才相信，才接受。五六个。因家里面的亲人啊，大概十几个人，三日三暝轮流啊，帮助伊助念，也成功咯。这是咱亲眼看到的例啊。早起时阵安详啊，不惊啊，不怖啊，不恐怖。走了后啊，身体柔软。平常讲的不是假啊，这一旦讲是伊啊，过去心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就咯。这第一般真不容易啊，一个讲伊就接受，就欢喜，就认真做，伊真正得到受用咯。所以啊，下面讲咯，过去的第十九愿，用在发菩提心，一心念我；第十八愿，用在至心信号，一向专念；菩提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是弥陀本愿之心髓，传播大经之重要，往生必必之正因，方便度生之诸行。本经所中全在有处啊，修行要经为师皆要，故为本经之重要。这个结论做得真好，拢是一句经常的原文啊。修学之道最高原则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日本有一派，嘛是修的正宗啊。伊啊，只注重一向专念，伊无发菩提心，所以叫做本愿念佛，也未用咧。伊啊，疏忽咯，伊只出十八愿，伊也无学十九愿啦。所以咧，因的一寡同修来找我，我讲恁错咯。伊讲这是，这嘛是祖师传落来，我讲无错。祖师传落来时阵，迄个时阵，每一愿内面拢圆满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，愿愿如是，那就对了。如果你是单独的一愿，其他拢无包括在其中，这袂用的啊。这唔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一定要创个清楚，创明白。发菩提心重要啊！菩提心是觉悟，菩提心才会当放下。无菩提心，你放不下啦。放下这一项专念，才能修的效果啊！这真正甲阿弥陀佛的心心相印啊，阿弥陀佛啊！
啊，所以这个指导原则就正确了。因正故当然正咯，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，请问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段。